里面，草莓牛油，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哇，我忍不住，我要赶快吃一口。小玉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一家呢，就是全香港最好吃的冰火菠萝油。没错，我还特地上网搜寻香港第一的菠萝油，结果整个页面这样唰，全部下来都是这一间茶餐厅，哎，果然厉害！我们赶快去排队吧，走。要什么点？哎，冻奶茶，冻奶茶，哎，冻奶茶，多少个？多少个？我们要六个菠萝油，五个菠萝包，两个蜜桃酥，一个蛋糕。还要写吗？六个菠萝油，五个菠萝包，两个蜜桃酥。很想人真的超级多人，真的。这我们的吗？不要踩干啊！不是我们的，闻这个味道，我跟你讲，整家都是值得的。没错，超香的。不知道老板有没有把我点的记起来了？还蛮多的哎，我跟你讲，来这边就不要客气，就是尽量点，真的。你可以点多，但你千万不要点少。没错。期待已久，热腾腾的哎，是热的，是热的。来来来，拿一个，这个吗？好，你一个。我也拿一个，好，挤出来给你们看一下，里面上面这个酥皮，对，里面草莓牛油，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哇，我忍不住，我要赶快吃一口。先吃。外表啊，吃起来那个酥脆度，然后其实它外面这个是甜的，然后里面啊，它的牛油的香气，它其实不会很浓哦，就是带一点淡淡的香气在，然后那个酥软的那种感觉搭配在一起，好好吃哦。其实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就是它表面吃起来是脆度的，它的这面包真的很软哎，厉害，好好吃哦。重点是我觉得它热的吃起来才好吃。受到英国下午茶习惯的影响，当地也发展出独特的港式下午茶。这个香港第一的菠萝油，层次分明的口感，外层的酥皮相当酥脆，香甜的面包加入厚重的冰冻奶油，咬下的瞬间冷热交融，是充满奶油香的美味化身。